影 video 咯，可以有冇影 video？黄大仙农场道往观塘方向，星期二下午5:00有旅游巴起火，可以见到旅游巴火光红红，冒出大量浓烟。另一条网民上载的影片，就见到消防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。近6:00终于将火救熄，虽然车尾烧得好严重，但就好彩事件中并冇人受伤。